讲到游戏界最悲情的角色，那就是僵尸了。走到哪里都人人喊打，而且现在万圣节到了，他们的处境那更是悲惨嘞。到底有多惨呢？就让僵尸之灵来告诉你吧。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就要到了，所以像是南瓜、鬼怪、僵尸这类的题材都一一浮现。而手机游戏大厂 Gameloft 也以此为题材推出射击游戏《僵尸之灵》。故事由大量不明的僵尸入侵洛杉矶开始，过去奢华且五光十色、充满电影明星和名人的街道，如今却遭受成群的僵尸入侵。玩家要用各种武器痛扁一波又一波的僵尸群，进行一场鲜血淋漓的大战。